智慧树 Party 开始喽！这是一个 Party， 快乐的 Party， 和朋友一起快乐的 Party， 我们很开心。是好朋友，敬个礼，握握手，一起大声说你好，你好，一起快乐舞蹈。收看我们的智慧树宝贝二加一，本栏目由孩子的人工智能学习助手阿尔法蛋独家冠名播出。咕噜咕噜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最最喜欢的小咕咚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绿泡泡，欢迎来到我们的智慧树乐园。这里有精彩的才艺，这里还有别开生面的游戏。啊，小咕咚都已经迫不及待了。想要认识一下今天来参加宝贝二加一的三组参赛家庭吗？没问题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。好的，首先有请我们的红队道哥家庭，喊出你们的家庭口号，预备开始。我们最强，我们最棒。道哥队小队长马克，今年5岁，队员是他的表姐和小姨。好，欢迎红队的咕咚家庭，欢迎。准备好，预备开始。智慧力量，我们最棒。咕咚队小队长叮当，今年5岁，队员是他的爸爸和妈妈。好，最后有请我们蓝队的摩尔家庭。准备好，预备开始。冰凌，一定能赢。摩尔队小队长范冰凌，今年5岁，队员是他的妈妈和姥姥。宝贝二加一，快乐做游戏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的宝贝二加一。本栏目的指定产品为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奥牧牛奶。哎，接下来我们首先要进行的这个环节啊，可是由宝宝独立完成的哦。哦，独立完成，那我们要为他们加油了。加油，宝宝们，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宝宝闯关。全身上下贴满便利贴，计时开始后，三个宝宝用力抖动身体使便利贴掉落，计时结束后，剩余便利贴最少的宝宝获得5颗智慧星，第二名获得3颗智慧星，第三名获得2颗智慧星。
好的，到了我们宝宝闯关这个环节了。我们看今天三个宝宝全身上下都贴上了便利贴啊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一会儿在规定时间内，我们来看一看哪个小朋友通过抖动身体啊，但是唯独是不能用手直接给拿下来。看一看规定时间内哪位小朋友可以把更多的便利贴抖落到地上，也就是说谁剩的少谁就获胜了。对，来加油，计时开始。好，抖起来，抖起来，动起来，小朋友！哇！哇！动起来，动起来！哎，我们看到小朋友在我们的场上练起了武术啊！破碎掌功，缠碎可松，不动不摇坐如钟，走路一阵风。没错，哇！手舞足蹈，少林武当，来打武术，来，来！八卦连环掌，中华有神功。好，现在看来我们咕咚队的小朋友好像已经所剩不多了，身上便利贴。哎，这位小朋友已经没有了。让我们一起摇摆，让我们一起摇摆，一起摇摆。好，快快，小朋友继续继续，还有时间，还有时间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忘记所有烦恼来，还你的后背还有，后背还有，还有手不能动，手不能碰，手不能碰，不能用手。不能用手，小朋友。摇起来，摇起来，摇起来，扭起来。好，还有五秒钟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时间到。好的，经过了激烈的这个运动战之后，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道哥队的小朋友身上已经没有便利贴了啊。那我们咕咚队的小朋友呢，身上还剩了三个。那我们摩尔队的小朋友呢，还剩了八个啊。来，我们一起为自己鼓鼓掌，小朋友表现得都很棒。哎，那这轮游戏过后呢，赶快让我们来看一看三个宝宝他们的成绩如何吧。宝贝二加一，快乐做游戏，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智慧树宝贝二加一。哎，小咕咚，你知道下面的环节是什么内容吗？下面呀，可是每个家庭都要表演才艺啦。说的没错，在接下来这个环节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家庭带来的不同的风采哦。哎呀，小咕咚好期待呀。好，那就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家庭才艺秀。
相伴。宝贝，二加一，快乐做游戏。嗨，大家好，你们现在收看的是智慧树宝贝二加一。刚才我觉得三位小朋友他们独立完成任务，表现的真的是太棒了。嗯，好棒啊。那接下来呢，他们的大朋友也要齐上阵了，他们要共同配合来完成任务。哦，那他们的表现会如何呢？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，进入今天的亲子大比拼。将计时器停在9到11秒内，完成后将跳绳传给宝宝，宝宝骑充气小马将跳绳运给另外一个大朋友，然后在指压板上连续跳绳10个，用时最短的家庭获得5颗智慧星，第二名获得3颗智�慧星，第三名获得2颗智慧星。好的，到了我们亲子大比拼这个环节了。今天呢，我们来玩一个很好玩的游戏啊，需要大朋友和小朋友接力来完成。对，首先呢，第一位大朋友要来掐这个时长，按照我们规定的时间范围之内，如果在这个范围之内才可以进行下一步。有小朋友运送跳绳到对面交给另外一位大朋友，您需要连续的跳10下，哎，而且是在指压板上完成的。好，首先我们的红队，我们的道哥家庭做好准备，计时开始。好，不要回头看啊！哎，平时时间的对时间的这个掌控怎么样呢？现在就要考考你们了，啊，9秒到11秒这个区间啊，难道您觉得还没？好，我们来看一看，12秒15，哎呀，稍稍长了一点啊，没关系。当时比较紧张嘛，因为我觉得我对时间观念还是不是很好的，有压力的，总是想会不会拖他们后腿。我们再次开始，准备好。好，我们请我们的小咕咚啊来为我们计时。这个时候有一个好的办法，心里可以默数，但是要看你这。哎。10秒40达标了，第一次找到感觉了，然后第二次我就成功了，因为我相信自己，然后就成功了。赶快把这个送给小朋友。好，小朋友，快往对面去，快前进。要骑的那个，要骑的小马。跳过去。好的，好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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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非常棒啊，加油啊，太棒了。好，完成任务，来看一看小姨的表现啊，要跳10下哟。哎呀，可能脚会有点疼，但是要坚持。1、2、3、4、5，站指压板上的时候
其实心里想的会特别疼，但是当自己上去跳绳的时候，你的心里都在想着我要加油跳十下，我要加油，当时也就没有很疼了。但是那种感觉还是自己亲身体会了，会比较疼一些。3, 4, 5, 6, 7, 8, 9。好，时间到。好，我们来看一看你们家庭的用时，小咕咚可以告诉我们了。1分16秒。恭喜你们。哇，好棒啊。好的，接下来让我们请上我们的蓝队，也就是我们的摩尔家庭。好的，现在轮到我们的摩尔家庭了，和宝宝一起来进行游戏的是妈妈和姥姥。哎呀天哪，这个姥姥太年轻了啊。好的，来做好准备，我们的计时开始。开始。好，嘿。好，现在这边的屏幕上已经开始计时了，9秒到11秒这个区间，觉得可以您就可以摁了啊。自己回头看一下，神手啊。我就想我一定不能出错，尽管绿泡泡干扰我了，但是我也不能出错。真是太厉害了，我没想到他拍了9.99，一共10秒，我们竟然拍9.99，我觉得简直太棒了。他姥姥把那个给小朋友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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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好，妈妈这边注意，要在指压板上跳，而且10个跳绳不能中间间断，如果间断的话还要重新开始。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当时上去试了一下，但是跳起来的时候还是比较疼的。明明是很疼的东西，你为什么还在笑？痛并快乐着，可能是为了孩子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十，那个脚底其实挺疼的，但是还是那个坚持要笑那种感觉。来，小咕咚给我们报一下他们的时间。哇，这个成绩真是太棒了。一共用时是42秒。来，太棒了。哎呀，把我们的成绩提升了一大块，但是呢究竟能不能成为我们今天这个环节当中的冠军，还要看一看最后咕咚家庭的表现。欢迎欢迎。好了，最后是我们的咕咚家庭了。来，期待你们有好的表现。和小朋友一起来进行游戏的是爸爸和妈妈。好，做好准备，计时开始。好，现在时间已经开始滚动了，不知道您平时对时间的这个概念怎么样呢？10秒钟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啊，已经可以跑一个100米。哎，8秒65，差了一点，来，赶快归零。因为绿泡泡一直在说话，我一直想回答他。可以开始了。好，现在已经开始计时了。好，靠您自己内心的这种感觉来控制。哎呀，11秒52。你对妈妈表现怎么样？妈妈今天表现肯定不好呀，那个猜时间的时候我们在旁边眼瞅着，2次都猜错了，要不是因为她，估计我们今天能拿冠军了。现在开始。看一看第3次。好，成功。哇，好棒。9秒多的时间，来，赶快加油了，迅速的把跳绳运送过去，跳起来，跳起来，跳起来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哎呀，一下扔了过去啊！看一看你爸爸的表现，来，我们一起来数一下。开始没明白地上那个摆的是什么东西，等跳，发现他们跳上去的时候，庆幸没选择这个环节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的，非常棒。最后我们让小咕咚来公布一下成绩。好的，用时是1分22秒。很棒了，来为自己鼓鼓掌。哇，好棒。看来在这个环节当中，我们的3个家庭都有出色的发挥，说明他们之间的默契程度还是很高的啊。对。好，赶快来看一看他们的成绩如何吧。好的，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了，下面我们要宣布获得今天宝贝2+1冠军的究竟是哪位宝宝呢？是我们红队的宝宝呢，还是黄队的宝宝呢，还是我们可爱的蓝队的宝宝呢？
现在我宣布，获得今天宝贝二加一冠军的就是我们红队道歌队的宝宝，恭喜你！当然了，我们的三位宝宝表现的都很棒，他们都是我们的智慧宝宝，也都将获得我们的智慧奖牌。下面我和小咕咚就来为他们颁发奖牌。好，小朋友来，每个人都有。好，恭喜。好的，恭喜三位宝宝，他们还将获得我们栏目提供的精美的奖品。本栏目的奖品是由孩子的人工智能学习助手阿尔法蛋、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奥牧牛奶以及陪伴三代人、品质可放心的南山贝惠幼儿奶粉提供。再次祝贺我们的宝宝，祝贺你们。好了，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，如果你也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，就不要再犹豫了，赶快通过屏幕下方打字的方式和我们进行联系吧，我们期待你的到来哦。最后让我们大家一起说出我们的口号，一起来说，宝贝二加一，快乐做游戏，再见。